这个鬼谷子跟小乔一伙的，搞得我兵线都不敢清，而且他们清完线就赶快去边路支援，就导致我们现在宁杠三，所以这中线肯定就不能继续再这么来了的。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两个的，所以不要说什么抢线抢不过人家，凭什么抢不过？一个辅助加一个闪现血状，这么打好人呀、啊！这鬼谷子刚复活，小乔还没有闪现。我可以尝试着看能不能把他给打死。注意，不用二技能，等下大招起手就行。哎，我现在你们两个，看我这诸多怎么去一打二的。中线又来，我还是不去。他们喜欢往下路走，我就每次都在下路啊，他们的必经之路上等着这两个人。哦呦，什么个意思啊？破解，那人可能在堵我的啊，这里面好像有个人，在吗？那就在前面这个草丛里面，在吗？哪把不草丛，在吗？都不在，那方圆百公里很安全。啊，这两个人真的很坏呀，他们两个人也不要兵剑了，没事，我还有办法，不要兵剑，那总得回来守塔吧。不守塔，这男 buff 总得守吧。我真的是双 C 全被我打死了，兄弟们。别看好像小乔没死，那么的 H 总得回家吧，回家那打团不就跟死了一样，是不是很有道理？好了，过来往下走，狄仁杰复活可能要来守兵线，走得有点慢。还躲了我一个一技能，掩护一下我队友。这狄仁杰还在那里干什么？二换一不亏，毕竟我们家大逆风人头全在我身上呢。我来带线，但是这地图上的人一下全没了，我就知道我肯定要死了。小心被毒啊，应该不在毒草啊，那我可往前走了啊，各位你不要毒我。好，来了拿 buff， 这里又来人。哟，小乔呀小乔，你真的好坏呀，快走，往下路走，出路都挡不起来了，老夫不能装。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逐个击破，老夫子你又能怎么办呢？全来了，先走一下，看我的，想走啊，看我操作。哦，这哪来的鸡啊，蓝 buff 肯定要被禁的，没事，草你蹲一蹲，往前面这个草走一走，这里我真就刚过来就被拉了，快走快走，打不过了啊！我要一死，我们家就一排三杀。嘿嘿，看我蹲一下啊，注意力在地图上，看我的，不闪过来。嘿嘿，哎呀，这小乔啊！不是，你为什么往这里探个头呀，大哥？你是不是开挂了？你告诉我，怎么来这么多？没有关系，咱们守塔。什么东西啊，别追了大哥，抬走二换二，龙有的，只要把赖皮蛇拿了，我们就还有一丝喘息的机会，不能被人偷屁股啊，都是残血，要是残血把我赖皮蛇拿了，我不得气死。我的妈，你还真敢来呀、啊，我还能再来蹲一次啊？没人知道吧，这下总没人知道吧。请求集合，来个人，怎么来了个老夫子呀？我队友要是早点来，就算是个老夫子其实也能杀的，对吧？我来救你们一命，我先走，不能打了，再打出问题了。应该是所有人都在这红 buff 这里的，包括我们家五个，别扎堆了，不打，要从红区转中路，这里必经之路，对吧？
嘿嘿，我有金身，我还是死不掉的，我不该死的。过来找暴君，三个人在上路啊，这暴君肯定是我们的呀，大哥。抓什么脑子呀？不过我得去呀，我没办法。如果队友跟你意见不统一的话，最好还是跟队友吧，要不然真的没办法呀，要不然这老夫子都死不掉。有人吗？让我来蹲一蹲，我这几个人打不过对面的，我在后面等对面来追。好，一万一，不对，这是猪，不能算是一个人，我们是一起赚的。去上路啊，把龙给开了。哟，这也能跑，你让我说什么好呢？把龙偷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我要没有龙王那个盾，我好像就死了，哥哥。我真的，我在后面找机会，不能往前冲啊！我，哎呦，我都不太敢要。打野在后面，打野要绕后的，他在草里出货。我真的，哎呀，哟，嘿嘿嘿，想回家？你就想吧你。还有一个啊，丁杰，有复活甲没有关系，你也得死。嘿嘿嘿，不是我怎么被扣了四分？